哇、哦，好帅的，这个画面真的太帅了啊！糟了。有看那个天威好像很棒哎、欸，我们来玩一关好了。魔兽我很久以前有玩，讲到魔兽啊，我就来跟你们讲一个笑话。以前魔兽刚出来的时候，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魔兽不是都很常要去打副本嘛，叫做什么隐牙城堡。那时候我还在打那边，在玩的时候我是选那个牧师，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哇，打那个副本怎么那么无聊啊？我就跟我姐姐就是小小，然后还有小小的老公这样子。那我们就三个人组一团要去打那个隐牙城堡，这样子就这样打一打打一打，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看我直接冲去前面说，哎，你在冲啥，你怎么冲去前面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睡着了。结果我睡着，我 W 键还按着，然后就直接冲去前面，然后就被打死了。你们应该有这种经验吧，有时候打那个副本当捕食不知道干嘛，就很无聊就睡着了。好，来经典天威来开个热情小粉红吧，来咯 3, 2, 1，开90很棒。什么叫90？哦，这个好长哦，这个好长哦。来，开云阿哥直播不能开啊，只能开那种无版权。飞起！哦 ，Oh my god！ 直接飞越花园银行哎，好帅哦！这个也帅，这个也帅。澳门没有去过，而且为什么要放弃澳？又不知道干嘛。我现在手游有玩，就是抓恐龙而已啦。我一个月电费多少？唔知呢。八八八八八，一个月电费应该也要一两千块要吧？可是最近因为开冷气，应该会比较贵一点。哎呦哎呦哎呦！欸、我刚没有关客制化，我刚没有关客制化呀，差死啊！很久没看直播，这个不会剪的，这个不会剪。这就是跟大家这样。玩玩聊天聊天赛车台这样就好了，这就不再额外剪了。好酷哦，大家这样子，哎、欸，小心啊，差吗？他要干死他。对，下星期要大更新啊，下星期我们会再回来玩一下 GTA 啦，因为有夜总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看看到底奥巴马啊，不是奥巴马，哎、欸，巴哈马的夜总会是长怎么样，好不好？Let's go！ 其实这个蛮有爽感的。现在 OK 啊 ，OK 啊，嗯。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了、啊，澳门我还没去过，嗯，澳门我们还没去过。嚯、哦，这个真的飞来飞去呢，哈，爽！聊天欢乐场，对对对对，就 Q&A 台啦 ，Q&A 台。对哦，我穿内裤啊，当然啊。在家不穿内裤还要穿牛仔裤吗？是不是在家就轻松一点啦、啊、没有欸，我其实没有什么游戏最强。欸 Hank 来了呢、啊、Hank 为什么你没有买标库？ Hank 为什么不买标库？ Hank 这么爱赛车的，怎么会没有买标库呢？看他来了，我又没办法第一名了。过，谢谢 FOR， 谢谢关关难过，关关过。来啦！我都不知道 Hank 突然进来了，游泳会啊，飞起来喽！哎、欸，这关真的顺顺飞，顺顺跑呢哦。夜总会我在猜，它应该是任务之类的，对不对？前显卡坏了在等，要八千八了。我们退群满10000再抽一套，好不好？退群满10000再抽一套。Hank 说：“我早就在玩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好不好？故意名字不叫 Hank 了，叫浩克，浩克。等下出来就压爆你这样子。欸”哎，这波港人啊，这、欸、不是那个白色的那台，是真 Hank， 这是另外一个 Hank 那样。哇、哦，他车好快啊！炫炮还会剪最后一剪，炫炮其实还有好多集没剪，你们还会想看吗？为什么日常生活观跟 GTA 不一样？当然啦、啊，这都是有改过的啊。来了两个 Hank 大作战哦，两个 Hank 大作战，你看，一个是 Hank 33什么010的，一个是33750。没关系，是 Hank 都是我们的仇人，我们都要努力的爬过他们，爬过他们。你看真 Hank 假 Hank， 渔翁得利喽，撞！
哇塞，赚不回啊！这样子，现在很安静，大家都在看标库了。等一下标库我们就嗨起来，这样。安了安了，惨了哦，这才第二圈哦，糟糕了 ，Billy 呢？还有那个 KHC 要超过我们了，我们要飞起来了。哇、哦，好帅的这个画面，真的太帅了啊！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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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如果可以好几台一起飞过来，这样子就帅了，真的帅到爆炸！来来，在一起飞，在一起飞，快点快点，让我们飞在一起。来喽，呜，好像那个甜椒哦。超像甜椒的，咔嚓！这个才是赛车啊，赛车精华。不要酷有什么诀窍？没有，我蛮不知道什么诀窍，就开就对了。哎，真亨克撞到了，真亨克撞到了。等一下会啊，等一下我们就是运动主题啊，哦，运动主题这样，然后一样就是拍照车距这样，好不好？真双飞，老司机哦。老司机哦，看到很多那种 Facebook， 然后都有的都说什么要去哪里啊哪里，然后老司机上车加一这样子，被 Hank 撞了一下，撞，哎呦哎呦哎呦，危险危险，干嘛他干嘛停下来他干嘛停下来啊？你想哪？人家我你了嘞，我你啊我去了了哇，我真正去了了哇，啊啊。啊！不要哭啊！不要哭啊！没事。你得背面，我真的是傻眼了我。等下会啊，等下算是也算是环岛了，对。不要哭跟 GT 哪个玩都好玩，都好玩，只是因为现在标库比较有新鲜感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喜欢玩标库。哎，大四 K 聊聊，哇，我的桑托朗还在啊。还有谁？立马换，啊啦啦啦！快九点吧，九点四十，我们九点四十哦，因为刚玩了十分钟，好不好？我们最后一场来互送一下，好了，好不好？因为那个很久没互送了，但互送可能就有一些人会没办法进来了。等等，我就随机了啦，随机的哦，随机要，慢慢过哟。会在第八名，尽管画质会变差，正常的，因为它那个编码的关系哦，所以会容易尽管会变差，很正常。同学都退 GTA， 没有啦 ，GTA 你要想他陪你度过多少个这个不一样的岁月呢？是不是？你想想看，当初进来，你看那个玩着小富，然后看着 Michael 跟 Trevor 长大。然后抢着银行，渐渐的去了这个十八禁的女郎店，对不对？去过 Tattoo， 然后跑到戏院，开着计程车在那边等妹，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满满的回忆啊！所以 GTA 你不能说它不好玩，它是一个回忆，而且它其实如果地图再大一点，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回归的，真的。如果他把四代那个自由式的尸体放进来哦，一定很多人回来玩。然后是 RP 类型的，哇！我跟你讲，大家又瞬间又不玩，不要哭了，就会变这样子。啊、如果不要哭，现在又出了人可以出来的话，哇！那真的是大家又回去玩了，这样超棒的回忆。想起当初我们 Five 人为了买一台法拉利，哦，人家变西边哇，变几台把呢？才这样子，终于买到我们想要的法拉利，结果过没多久，人家洗白，干掉在心里这样。好了 ，Let's go。原本都两个礼拜，两个礼拜 ，Yeah。真的最初的感动，对，主要是涂上。哇，真 Hank， 哎呦，以前那一贝贝 Q 了，真 Hank 第一，假 Hank 第一。我们现在回到 Number Five， 即可乐，即可乐。阿信公司骑车不错啦，咻，哦，德腿如帅。这个好了。Bumvino Driver Refine， Let's go。有啊，有被岔开邀请，但是我没有去啦。对，我没有去，台北太远了，而且去那边你又不了。哎呦喂呀、啊，哦，这个就是跑太快啊！就说了，不要跑太快啊！跑太快不是一件好事啊！糟糕了，
跑太慢也不行啊。安尼唔通哦，安尼唔通哦。啊，我哩咧？为什么觉得突然变得很难爬？他们后面在打嘞，他们在打架嘞，我们不要打了，我们不要打了，心存善念，做好事，存好心啊，但你才会有机会得到 victory 啊、哦！安喽安喽，哎、欸，真的转弯都，拜托不要炸好不好 ？GTA 就是要炸啊，是不是 ？GTA 就是要炸、啊，一个人被炸，那个炸的人就想要炸人啊，然后就这样子越炸越多，越炸，哎呦哎呦！我又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射我呢？来，好你行，好你行，好你行，我你怎向西了多？你唔行？啊这！龟派气功哦！这个真正有雕工的，这个拄好你万年就把我砸死，安尼唔通啊，安尼唔通啊。啊，个雕工赛去边啊，甲你结束了，但是啊，我无年弹啊，去可恶！他在这边盖一个点啊，这么帅啊！啊，算了算了，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飞起来！哈哈，处理啊！不用了，不用了，已经很少了，不要再处理了。哎哎哎！啊，直接过来，直接各起上，各起上。啊，那无兵啊？啊，那无兵。不要再射了，再射会赢不了别人哦。心存善念，心存善念，谢谢 UGLY。我要追到他了，先跑比较重要。大家都没在管你跑不跑，就是想要攻击你而已。耶、yeah! ，果然心存善念，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三名了。那个短，那个短，我在防弹轮胎。那个短，那个短。哦，那你当家准啊哈，那你当家准啊。不要用奥宝，没有，我没有用奥宝，我努力跑就好了。捡了。哎呦，你看炸了。Hurry up！ 一道菜鸟羊，虽然够细秒，姐姐。谢谢 UGLY， 谢谢。怎么那么多重复的、啊？哎呦，这里还有修复的，但我们也要吃。哦 ，level two，level two。啊，抓着！跨条件是跨点刷刷刷过去。来了来了，玩家来了，后面玩家来了。来到这边就想到我光头哥哥来这边种葡萄这圈完我们这一场完我们再一场就好了，我们就换飙酷车神，我们就要来那个了啊、哦、带大家环东岸到西岸啦、啊、GTA 要多少钱啊？现在特价、啊、想买可以买了。开车什么时候买什么意思啊？他等一下进去里面都是慢速了，就挫赛了。三百三，六百六，还有九百九。要过来会抽吗？要等那个人有没有领了。哎、欸，三套标库这样抽不出去，真的太夸张了。九百钻是买不下、啊。可是我觉得标库哦，真啊不那个啦 GTA 哦。真的人是真的变少了，真的少很多。他干嘛、啊？他下车哎、欸！
哒啦哒啦。现在夏季特价，所以比较便宜。我现在在等那个恐怖的，我在等那个还愿，就是返校要出的第二个恐怖游戏，叫还愿，看起来非常棒啊，很复古。对，就是等待那个新的恐怖游戏。没有，我故事是 PS4 的，所以我 PC 我不知道哎。方块申请了，我们要最后一场了呢。哇、哦，好恐怖哦，都一直炸呢，很好。我给他干呢。哦，夏特没了，哦，现在夏特没了，我以为夏特还有嘞。GT6要听说又延迟了啦，好像要到，哎呦，哦，好像延迟到2022了，所以没有那么快了，不是20了。等我最后一场，好 ，OK。各位再等一下，标库的观众再等一下，我们再一场就好，因为刚刚我中间有断线，所以用了很久。哦，炸弹很夸张嘞哈，炸弹丢不用钱的、哦。快跑快跑快跑，不然我一定会被丢到的。我看到前面那一个了，会不会有机会追到他呢？就会到 number two 了，感觉要回来了，但是应该没机会了。哦，前面是 Hank 哎、欸，哇，前面是 Hank。